于112年5月11日举行庙会绕境活动，晚间20时许，在环河南路两段71巷内发生绕境民众口角争执推挤情势。经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了解，现场排除有斗殴情势，客证了解推挤事件原因。警方呼吁民众如有纠纷问题，应循正当途径了解处理，切莫因一时冲动以暴力相向，问题没有解决反被法办。您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秦教官要跟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非常关键的理由：有中天，有真相。只有中天不畏权势，敢说真话。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说真话，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多一份力量。